阿爺，今次2024亞洲保安員競技大賽就係3連冠，身為保安人員竟然喺後樓梯度玩火，有現在犯即炒嚇！原來你串埋群姐嚟報告陷害我，想彈翻炒咗我啊！係啊，你誤會咗啦！恒生保險呈獻，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今晚8點翡翠台。